田方就是我们的阳明山的靠近那阳明山就是地心山的地方哈，那中间的地方就是观音山，在我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的那这个林口林口地方啊，林口林口台地了哈。啊，这个出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早期的一个好路，就是淡水的地方。再往前面推的话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万方社区。在左手边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仙居岩啊，仙居岩。中间这个有中间有很多树的这个就是。对对，仙居岩，仙居岩，仙居岩啊。所以你看那边那个外环道路有没有啊？外环道路从那边从那个高架桥，从水源路那个高架它过来。这边过来那个山那边就是秀朗桥，哦，秀朗桥，啊，秀朗桥里面，就是一些军事设施，啊，在公馆这边不是万方村，公馆的话就是靠近那地方，都山，就紫刷哦，就紫哦，蟾蜍啊，那我们家就在蟾蜍山，蟾蜍山那个地方，最近那个聚落，四大分部，四大分部那不是空军的一个宿舍吗？现在最近这两天爆竹的时候，那几个聚落，那个聚落要把它保留下来，那个地方就是蟾蜍山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区块这样的啊，然后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说，就是张角村，以前的李老家就住在这个方向，好的，你这样说的啊，这个前面这个地方。Thank you.